后难题。你来干什么？要来关心我，再继续拒绝我。对不起，我不应该来的。那我等你进屋谈好，我就走。你为了他。变得这么不理智了。如果这件事换作是我，我也会这么做。倪震，我要和你坦白一件事。你终于肯说了。是的，我承认我喜欢程翔，我希望能和他在一起。请被告律师继续质证。请问证人，你跟江涛机长是什么关系？他是我的上司。在去年6月14号发生的跑道冲突事件当中，你是否与江机长发生过冲突？这与本案无关。你是否与江机长发生过不止一次的冲突？请证人回答。有过。那请问证人，你是否因为与江机长之间的冲突一直心怀芥蒂呢？没有。审判长，证人与我方当事人之间存在着利害关系，证人完全有理由因为私人的恩怨来陷害我的当事人。因此，他的证词不能单独的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。被告及代理人还有无其他的质证意见？我没有质证意见了。请证人退庭。1984年。你们中很多人还都没有出生，那一年我入职泛海航空，开启了我的飞行生涯。可能有些年轻的同事还不知道，在2004年我经历过什么。那年飞机在遥动遥高度，机体突然破损，当时我是机长，江部长是副驾驶，我们一起配合，成功的迫降在跑道外的稻田里，保护了所有旅客的生命。这件事情影响了我的一生，我想也影响了这个航班上所有人的一生。后来，我们成为了英雄机组，但是，我希望我们的行业出不了英雄。因为这样才能证明我们每一次飞行都无比的安全。对我来说，保护好每一位乘机人的安全是第一，也是唯一的责任。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凌驾于他们的生命之上。
餐厅啊，只是辛苦你了，但是把货运部转过的这些飞行员交到你手里头，我才放心。行，那就这样吧。爸有点事儿。回去你让我们先走吧。对啊，咋？我以为你寝室你要走。我还有点事儿。你就不说后话？我总非得说你拉走吗？我这行吧，那么就这样吧。我还有点事儿，我俩可不是那什么。你俩是什么？你不是出去二位请吧？我们可不是那种茶叶班。哎，我们还是哎，团队你忙，你先走。行，我还有点事儿。你要不说，我真不走。这么放啊，我坐下来放是吧？对对，坐下来放。来，我可能这么把你一放，对，然后你肯定就勾着我，就这样了。这是什么？这个你脸对脸嘛，要不然你怎么也才别扭？不是，我的腿是这样扎开的。要不这样吧，我先把它躺，我先把它放躺下，然后我给它。他一下把我衣服一拽，因为我穿有外套嘛，他一拽我就把我拽下来了。Cool。我们这大红蛋。对对对，是 Yes I am。 哎，这种表演真正的技术活。可以啊。最后要说等我，还是放好了之后就看他一眼就走了。等我，不用等，我跟你一起走。秦将军，什么人啊？啊，他干什么？去哪儿？关你什么事啊？那你是啥什么人？你凭什么来这儿？我一脸。